我今天逛街新买了支口红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看不到。还可以啊。是。也不知道涂到嘴上什么样。我给拿个镜子，你看一下。那不用了。那你今天就买一支啊？那你一般看女生先看哪里？我一般都看内在吧，内在。我觉得先看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他有没有在看着你啊？如果他没看着你，你就可以看他的腿了。啊，那他要一直看着我呢？我想明天见啊。